看到那前上方啊，哇，一个飞碟啊，快速的，哇，这些吃过了，哇，吃过了，哇，这些吃过了，它降下来，降下来，哇，再往下的，降到海边上，哦，降到海里了，浮在海里，浮在海里个，浮在海里个。 它长出四个脚来啊，四根柱子伸到海底，啊，然后顶着上面支撑了一个锅一样的四个脚啊，啊，顶着，很稳固啊，现在不晃了啊，不随着那个浪水啊，还是自己的在动啊，就很稳固的在那边，很稳固的在那边，哎，停在那边，停在那边，后面将背身金刚去拆海电厂。 整体把它抬起来啊，抬到飞碟上啊，抬的过程当中电线连着的啊，电线连着的啊，电线连着的，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可能要假想成或者跟地球人呐、感觉到海面上发生一些事故啊，然后让里边的人呀疏散开，疏散开，然后他们去搬。 也有可能呢，静悄悄的在搬的过程是跟着人，跟着那个，海电厂一起搬走，也有可能啊，反正多种可能性都存在，但是呢，搬的过程总体来说是静悄悄啊，如果有点大动静的话，也是故意，做点大的动静来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。